好，我们看一下啊，大哥、二哥，一波带三位，这把不是二哥三弟，这是大哥，这个是珠联璧合的，他只是取消了这个关羽、张飞的，这个没有取消的啊，关羽、刘备。这个之前给大家说过了，这个《三国演义》里面明确写他们这个刘备是大哥，他是二弟的嘛，但正史上面没有这么说的，有人考据出来关羽的年龄比刘备要大的啊，不好说。当然正史里面明确记载是关羽比张飞大，所以说张飞是按照对兄长 的那个礼节来 对待关羽。好，而且他们三个确实是恩若兄弟啊，这个是有写的，而且关羽传里面正文就是说曹操是问过关羽，然后关羽真的说说那个我知道曹公对我特别好，但是我和刘将军视同生死啊。哎，这张有这个牌，那是庞统咯，亮吧亮吧亮吧，庞统啊，出来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嘿，这张庞统有觉悟啊，他想学三国大 boss 司马懿的招式的，攒了一个忍界标记，你们看在这里的啊。啊，你要是学会这个忍界标记，那还了得？你给神司马懿再配个涅槃，那打毛啊！这个神司马懿已经很牛掰了，学了蜀汉的极致，吴国的制衡，魏国的放逐，然后群雄的玩杀，加上他自己本身就个鬼才了。你要再把蜀汉这个大招学会去的话，你这个没得玩了。好，看一下啊。哎，刚说到极致，这个黄飞鹰就出来了。看一下啊，这看来这把是个基本，是个基本。哎，我刚刚还想说这不这个基本也可以了，来直接来杀，那么直接打，看他怎么拿手牌吧。对，这让他本身就要那个好杀。哎，没牌了，杀，直接打。看来这个输出不是特别给力的，杀。那这个刚才决斗干嘛呀，先拍嘞，这个当时直不如直接哦。当然他刚才拍决斗先把那个桃子吃掉，他不想给他反馈的啊。我猜猜他刚才那个决斗可能又想过牌，又想那个把那个桃子那个吃掉，省他这点的话有这九。哎呦，这个牌张飞要活着，张飞一定要活着，待会儿这个把他这个牌给过去，那张飞就是哎，这个牌子都零的，这不就是威了吗？这下真是，哎，你要用你就不要开技能的，但这个错误我也犯过的，就是说等于说把自己的身份暴露给对面了嘛。好，我们看一下啊，南蛮入侵，哦，这个还可以，杀。那么看一下八号啊，哎呦。这下的话过河拆桥，看一下黑，这个完了，这可能真的救不了了，死了。好，那么借刀杀人，那可能还要再挨一记那个啥那个反间了啊。那么黑真可惜，本来这个苏贞这个南小鸟组合活过来应该是能够有机会是可以活过来的，待会我们那个牌给这个张飞给点那个牌，当然我们不主视角这点就那个做的蛮不错的，因为你看我们被吴国团灭了嘛，我们并没有马上找吴国报仇的，我们实际上打这个魏国的，可以啊。好，那么南蛮入侵，想收下这个邓艾的牌，嘿，这个邓艾也是有意思啊，这亮出来点怎么不亮这样呢？这邓艾也是有意思的啊，嘿，这邓艾看来害羞啊，这个自己一个人不敢出来，带一个胖子出来了，他躲在胖子后面，一旦胖子一挤出他才出的。哎，历史上刘备要是有这样的想法就好了，历史上的刘备其实赵云都劝过他，叫他不要打吴国，他非不听。好，那么直接打，这是夏侯渊的。好，那么可以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先打了魏，然后把他仇恨全部拉过去，然后让这个周瑜当了这个魏国的鬼了，那么就当到我们来了。好，南蛮入侵，嘿嘿，就不信这一波搞不死你们的，来，然后火攻怎么样，能忍到最后的才是赢家。哎，这个叫什么来着，吕蒙的台词啊，吕蒙不是死了吗，借你吕蒙台词用啊，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就这样啊，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一盘的话，国战独苗小月亮去爆七连斩。蜀国一般就看这种，要么看这个比较好的团队配合，要么看这种暴力的输出了，这种强烈的爆将输出的嘛。好，小月亮没得说的，绝对 S 级别的组合。他真要是爆发起来，什么真机加这些也要退避三舍的啊！你真的，我这人品特别好的，你能过牌我也能过牌，而且我过牌可能比你还大啊！而且我自己我也有防御啊，我这八阵要真的欧起来也不是摆设的。这个大家可以去，哎，我们之前就是跟过一期叫周五坑那个特别期，特别的坑献给特别的你，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应该是我们把之前周五坑里面就最精彩的那一部我们做了一个合集，就叫这个，好像就叫特别的坑献给特别的你，大家可以去 B 站搜一下的啊。总结了以前，我记得有一期就是那个八卦连判七个红的，最后那个气的对面都那个啥，都说要把号给删掉了啊。反正那个我自己我看了我都是笑抽了，所以说这已经不是什么欧洲八卦，那个应该叫原装的八卦的了。连判七个红，已经空城了，对面拿个连弩，空城的中会就挂一个八卦，硬是活过来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好，不扯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一盘。那么当然这个你现在出不来的，这个诸葛这个是温迪，好像以前是八阵是可以预量的，现在预量不了的。那这还好还好还好，咱们有个桃子。好，待会儿有个红牌黑牌可以出来了。好，这个还好还好还好，这个咱们没有死的，只要你搞不死我一定要要你的命的啊。过河拆桥，引交进攻，魏国打了这一波他很爽的，但是我们待会儿出来要你们地动山摇的。好，纪灵这点还可以啊，纪灵的话好杀。那么黑这个张的话叫啥，那个老的这个红桃夏侯惇的，但是现在借夏侯惇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借夏侯惇还巴不得判红桃的，直接那个伤国者十倍奉还。好，无中生有，嘿嘿，你们都是帮我们打工的啊！只要是一启动啊，这都是完蛋的啊！知己知彼，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周泰，看一下你的将了啊。咱这么摆，你怕他主将是孙策吗？还是什么？这个将的话，要想对你威胁，恐怕也只有孙策了。对，锁啊，锁一定要先锁的。好，铁锁连环。当然这里面的话如果真的要有一个铁锁，但这样不需要自己自爆了，哎，真的来了一个，哎呦可惜，不然的话就再锁一下的，你要再让心病慌，哎，桃子不够，这就一个桃子，你不要想着自己有一个那个啊，一个涅槃了，这桃子留着保下自己。好，直接输出了啊。当然这个量被刚烈，咱们丢这个牌怎么说嘞，这个其实咱们心里也不一定好受，为什么？因为这是小月亮啊，红牌可以烧出去的啊，对你来说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硬的废牌的。好，那么直接来，直接应该都是完蛋了啊。这样的话小乔离开了，但是这个地方啊，因为后面我们是一波秒闪的，就是周泰回来他估计也是死路一条的，让他离不离开都无所谓，因为那个待会儿就是大范围的屠杀了嘛，谁都不能幸免的。你要回来的话，最多是证明一下你这个部区能有几个的啊。好，因为周泰被打到部区，那小乔完全就废了嘛，你一张牌都存不了。好，那么直接烧了啊！你说这死不死？这些牌一代老韩给过牌的，都不知道要死多少次了。好。哎，这个 G 零还是四血的，四血这个将更不怕了啊。好，烧，那么再烧，那么我们还没有杀过，这一张搞定啊，七连斩。哎，这个 G 零的主将是什么？我刚才听到不可能，是不是吕布啊？我不知道，他这个显示不出来啊，不知道搞什么鬼啊，这是吕布吗？这个。哎，不管了啊，反正他就这样，哎，出不出来，我那个，反正你就死了嘛，你就算吕布的话也没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他而且这个也不存在玩什么梗了，什么仓皇吕布就是赢的，我就不信你亮出来一个纪灵的时候，你们能把这个主将吕布给他猜出来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一盘。哎，这一盘这个飞哥带一个老将军可以啊，老将军的话这个。
运气好可以保证那个中的嘛。当然这个猎弓比起身份局那个猎弓差太远了，现在身份局那个黄忠也是强度太高了，人狠话不多的这个典型了啊，给他好自带祸水。这个的话当然这个是大月亮，我倒觉得没有那个小月亮那么可怕，因为小月亮可以烧人的嘛，你大月亮的话不一定就是说那么多的进攻牌，你看这个它用牌能力明显没有小月亮，如果小月亮的话直接烧，你看当然还算是自带祸水，还在里边也不敢出，肯定不敢给他忘记的，这个时候给他忘记的真的是找死了啊，是吧？来我看我的黑这一盘来说，难道咱们蜀国要开团了吗？当然大家俗称扎鼠开团说完就完的，我们这张也可以适当的把自己的血量把它压低一些，因为老黄忠里面啊这个俩血或者以下是保证可以必中的啊，这猎弓的这个是之前玩黄忠的一个基本的小技巧，就是俩血以下黄忠都容易必中的，因为老的版本的猎弓是目标的手牌数大于你的叫什么来着，手牌数大于等于你的体力值，然后小于等于你的攻击范围，你别人的手牌数那个如果大于等于你的体力值就是被猎弓，然后小于等于你的攻击范围，因为如果你这二的话它基本都能满足这两个条件中的其中一个。好，我们看一下八号，那么杀一刀，咱们这个地方的话好，因为咱们队友都到围攻了，咱们这也只能这个时候看来这个牌的话过河拆桥，当然这一排我们都有用的啊，就只能这样，因为牌也存不住。反正那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决斗可以把它决斗扔掉，换个杀吧。决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啊，你倒不如一刀一刀的，你那决斗别人真的不一定是能决斗得了的。这地方刚才那一下应该是留杀的，留杀，留一张杀在手上，会不会更好一些？好，杀。那么还行，那么都这样了，因为咱们蜀国这边也有 boss 了，所以他们肯定针对我们啊，直接出。当然有嘉许在，也是比较危险的。嘉许的话，顺手牵羊，闪电。好，那么杀一刀是这个周泰的啊，他死了。那么来，那么铁锁连环，黄银闪多留点那个啥，或者至少保证一个空城的状态喽，被扒掉。没办法了，借刀杀人。咱们看一下贾诩的贾诩，哦呦，这就没有办法了。好，可恨黄银手上不是，哎呦，这倒霉他死了，没办法了，好留了个闪，可惜了，咱留个闪还可以保下命，但偏偏是这个双头，这个双头也是头铁啊，敢跟这个那个男人决斗啊，真当那个男人是摆设的。好。那么这一下我们看一下七号是什么，七号的话那么嘿呦喂，打完了我们这发现是这个大吴国了。好，我当要替天行道，那这张没事了，因为这是阴阳的分测，也可以强行给自己队友的，给自己阴阳减三点的嘛。基本来说如果他找队友找你找分测拼牌，队友也是分测，也可以保证那个拼点的拼得赢的。当然吴国拼点武将很就太是词，所以说这个还算是真正的好基友的。哎，这一下这个，你别说这个吴国还算是蛮强的，这几个将都不错。弱僵尸火，好，我们一代老砍家，你这不啰嗦了啊，决斗。好啊，咱们直接救。好，他救一下，那咱们直接来了啊，咱们杀中，然后杀白布穿杨，嘿嘿，这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是闪不了的嘛。好，然后杀中，不要总说扎鼠嘛，这一下这个存在感爆表啊，刚才那一下直接让这些位那个吴国人就稀里糊涂就这么死了，他们闪是有闪的，但是黄忠表示闪是什么呢，别以为在国战里面就没有发挥的，国战里面照样教你们做人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一盘啊，行云流水般的胜利，那应该到吴国了吧？好，果然到了吴国了。哎，这个组合也有意思的哦。有的时候什么那个，他们手上囤一堆牌，比方说那个曹丕翻面别人一堆牌，十几张牌，这黄盖可以强行的给自己苦肉，然后苦肉到很多牌，然后强行那个大撸的，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当然这种素材我目前没有见到，如果有的话可以给大家做一下的，真正意义上的强弩灰飞烟灭了很多牌的嘛。好，
哎呦，这个地方的话，哎，刚才有多条什么将啊？刚才啊，那吴国这个哦是小乔哦，对，刚才有小乔，忘了没有反应过来，我们没有的。但这个家伙也是，这个你如果要是别人会玩，你刚才亮出来这么一个小乔，别人知道你干嘛说出来嘞，对不对？除了活动场啊，大家你说什么通通牌这个我能理解，其他模式你还是不要这样子的。好，看一下啊，知己知彼。反正小月亮的话，这么打的话也不一定好的。我倒觉得这个组合应该学我们之前的素材，那个出来我们就要收人头的。你这么打的话，你打死一个吴国，说不定帮别人做嫁衣了呢。好，是个吕蒙。我们看一下顺手牵羊哦，无声脱尘。刚才顺一下，有那个读条，应该就能判断出来了啊，陆逊的嘛。好。那刚才那家不算挑战，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将的是什么的嘛。好，无中生有，我们可惜已经死了一个吴了，而且还是这个好杀一刀，还真是鼠的杀一将。看来驼子有这个啥，有这个仇恨还是可以的。好，冰凉村的好，这个不是刀，刚才还想标。好，离一下啊。那咱们的话也先这样啊，对，这个留点牌在手上，咱们先不要出了。这个时候你出来的话，那个仇恨也比较高，好杀。对，让他们先打一下这个群的，只要蜀国把这个群打得差不多，我们再出来收场收果子。越老越要补，哎，这就没什么可说了吧？你刚才那一下什么挑战完了，这个就是挑战了啊，不解释啊。这个那驼子手上那一张牌好像是红牌哦，就这么浪费吗？对不对？白白浪费啊！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陆逊亮在这里，这就居然还去搞，也是醉了啊！好，哎，之前不是做过吗？说挑战里的话，应该最多的还是挑战帷幕啊，然后谦逊，然后还挑战空城，挑战名士，哎呀，能挑战享乐的，这个都有的。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鼠。看一下，不是鼠的话，但也有可能它是这个一个独苗位，这有可能的。好，那么刚才我们留够了基本牌啊，所以说我们手上这状态还是不错，正好是一张牌的，那么待会儿可以大耗施一波的，给自己过牌的。好，好，就出来吧，打一波了啊，来，千金散尽，一笑置之，远交进攻，好，顺手牵羊。那么我们看一下过关这家队可以撸牌，好，杀一刀，杀。那么先把他打死啊，因为他不死的话，这个南蛮我们就收不了人头了。鼎足江东，哎，这个地方火攻用早了，这火攻绝对用早了，这个吧，可能这个是瑕疵的。你刚才那个队，你可以先开这个南蛮的嘛。如果你待会儿要确定要一波苦肉一波，那干嘛不那个苦肉呢？对不对？你先可以把将亮出来了嘛。你看这不就那个冥冥之中挑战了一次那个名士嘛？这个，哎，刚才大家可以那个。先把这什么亮出来的，防一下恐龙啊，包括因为你牌多肉红，应该能保证必中了啊。这一波他也够了啊，他的牌已经那个足够多了嘛。那么过河拆桥，那么看一下啊，那么黑这一下的话，真是你不怕是这个田丰嘛？如果你是个田丰的话，这个也就麻烦了，反正连弩扎了。好，杀。那么直接打死，那打死不去的，但是这个还有这一排可以空里的。好，直接过河拆桥，那么杀，看一下啊，冰钢寸断。其实这个家伙没必要这么拖，因为我没杀了。你要人品特别特别逆天的话，你要坚持下去，说不定你能赢的。真的，我没杀了，你按照最好的状态，乐冰都添过，对吧？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冰了嘛，这东西等于说我们已经怂了，已经认怂了，我们有啥不肯定直接先杀的嘛。好，我们看一下这一盘啊，这一盘的话孙策太史慈，这肯定就没有什么可说，说我们这个吴国非常非常强力的啊，这么摆是正确的选择，正不得摆法又可以囤牌，这个血量也比较高的啊，真的要有什么这个魏国思念，你也不注意什么酱油这些，你毕竟活下去才是王道的嘛。杀，顺手牵羊。
好，诸葛亮出来，离点啊，万箭齐发，还行。那咱们有个桃子的，好过下牌。哎呦，这牌过得不咋地，最好能过一个什么闪这种牌，保护一下自己的。好，以逸待劳。那么这样肯定要打的，不能再给你离点过牌啊。好，杀。嘿，离点这一下很狠啊，救了一下。好，有桃子。那次数好，离点爆发一波，起码也结束了啊。好，看一下啊。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应该还是要把将藏一下的吧，这时候不需要这么快就出来的。好，那咱们的话，好，果然，哎，对，这个桃子还行，然后把这装备挂起来啊。对，这武器不挂也行吧，反正万一怕被别人借刀，这种借刀这种锦囊在三国杀里面破坏性也是非常大的。好，看一下啊，那他们拿牌，这个看拿什么，好也行。不过这个 K 点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个装备，你就当这是装备吧，因为你有孙策这个技能 ，K 点意义倒并不是特别大了。反正那个有十点以上技能就可以当十三点用了嘛。好，虎攻，我们直接杀。二号就这么死了吗？这二号以后也悲剧啊，也可惜。本来这张飞手上留一堆炸弹，还想包的。好，砸了一下。嘿，你别说魏国这家还是厉害的，魏国这一波的过河拆桥，你的计谋被识破了。两个诸葛的话杀，哎，好，可以。他至少现在空城，他的命呀还能保住的吧？为你离点你再过出来，但是那个我们这手上已经有一个了。好，一手与他一搏吧，可以啊。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哎，这里面的话还有那个南蛮，啊，你扔就扔吧。现在南蛮腰可以，可以留一下的啊。这个你可以用这个拼的嘛，南蛮我觉得关键时刻也输出，也可以来一波。好，杀啊，可以帮我们打一下。那待会我们肯定要出了啊。待会出来的话是这个牌过牌，四张牌的嘛，以逸待劳。好，远交进攻啊，可以，请助我一臂之力，直接来杀杀。那么应该是两刀子的，好，那么直接打了，对，直接打。他这样还是比较火的呢，直接突了，因为这时候肯定不能打那个荀彧的嘛。好。有了连弩啊，就不啰嗦了，直接突了啊，直接打，继续杀。你看他这战是非常非常果断的，直接突啊，直接定那个离点，那个让照杀不误的啊。好，远交进攻，以逸待劳。哇，这牌还可以的。好，然后九杀，嗯，直接来。你看他这里这个输出是非常非常够够的啊。好，杀，直接来。好，那么火攻，他这边就不怂了，你看直接打这个郭嘉了。好，你真是头铁，非要亮红桃，你亮个其他颜色嘛，什么草花那些的嘛，我们这么多人拿过这么多人手上，红桃我们应该是有的，就像桃子这种也可能是红桃了，但是我们这爆发一波啊，把他们全部扫掉了啊。好，这个家伙那应该不是其中一个，如果其中一个肯定要出来的，又不卖血那就是群雄了。你看你不出来，你我们就不打你嘛，照打不误的啊。他，但我觉得跟这个地方哦，你不亮出来哦，你看他也不玩了。那这张我们跟他打，应该还是可以的。虽然说这赵云有这个能力，小胖子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这个孙策太子绝对不怂的。我们这光有这个天意，这个技能，还有这个激昂，咱们激昂也可以过牌的。好，直接来。其实贾诩、田丰正确的打法，刚才是可以联合这个鼠来控一下我们的，或者哪怕你不如你亮出来一个车也可以的。你不亮出来，搞到最后两边都打你的，你以为你不亮你就那个独善其身吗？国战到残局，很多人就是愿意打这个暗将的啊。好，当然他这边他这个八卦也是非常讨厌的。咱们当然咱们这个红牌以逸待劳，看一下啊，想杀，那么过牌闪，哎呦，可惜没有其他的基本牌了，没有其他的基本牌。因为我们刚才那些牌都是有用的，所以说不存在这个拿这么多天意的。好，南蛮入侵，这个南蛮
可以留下了，因为你最后那个时刻可以把那张牌拼掉，然后那个给他开个他满的嘛。好，顺手牵羊终于过出来了。好，请助我一臂之力。对，拼啊，让你一张牌存不了。火花斋就好，那待会儿的话看能来个基本牌哦，就有机会来了，漂亮，过出来了。好，荣生有。好，这个叫顺手留着，顺手留着。他手上如果只剩一张牌，把它顺过来，然后直接搞定的。好，看能不能过一个杀啊？那这样是太理想的，不可能的事情啊。应该差不多了，只要他血量压下来，杀，无惧的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过河拆桥，那么顺来这个张不要用嘛，还是最后打的有问题。那个你说拆的我能理解，顺你留着嘛，你留着手上最后一张杀的时候，你不就赢了吗？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稳妥一点可以啊，留一个这个九杀在这里。他只要待会儿那个好赢，只要一张基本牌赢了，好赢了，对，九杀，对，不需要跟他拼的，不需要赌的，因为是个九杀嘛，他要关师傅。也是啊，咱们独苗，把这个场子全部给他砸掉，下次再来了。